谢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实现楼了哈，大家好。院长好，恭喜。我们希望校园虽然也一定有一些这个围墙，不过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，社区一起来这个经营这个校园，包括使用一些设施，其实也会更安全。这一栋松竹楼啊，得到了行政院公共工程金质奖，这个是我们台湾在工程界最高的荣誉。我们过去这4年来，年年都有大概4到5个